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列席官员，大家早安。主席，我请我们教育部吴部长以及审计部林审计长来。吴部长、林审计长，陈委你好。部长早，审计长早。部长，我要针对今天的议题我们从91年度看到97年度那么我们教育部呢教育部收回非常大的这个金额对这个地方的地方政府的教育补助的这个剩余款从这个91年度到97年度中间呢13到10亿这个平均的这个差异达到55%以上我想请教审计长，对于教育部教育部每年回收这么庞大的金额这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您有没有检查到？有没有对教育部提出过纠正？是的，这个补助款在主选有一些剩余，除了教育部以外。那么事实上在这种比较大补助款的机关都有发生列出的状况，那因为在补助款的一些预算编列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一个计划型整体的一个编列，然后在主选过程呢，那么还要在个案经过主管部会去做一些审核，是不是应该都是在这一些硬体上面的的发生呢？但是也不应该说连续的几年你看97年呢97年这个差异决算数跟这个预算数也差了3.5亿那么请问一下吴部长。部长，你对于在您就任之前所发生的这个浮编的这个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您就任之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因为这个预算的编列那么原来是有一个期待，但是在实际执行之后呢，发现就有一个漏差。也不可能每年都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你至少说你误差了2年或者是最多是3年，哪有我们接着整个看下来6、7年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说你98年度这个差异搞不好还比97年度还要大呢。我想我们现在国家的财政所以确实非常的困难，部长您应该知道了我们确实要和在编列的时候呢要注重每一分钱所实施出来能够的一个效率。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像审计部也非常有责任那两个部门，我想要严重的对这一个提出呢很详尽的一个改善计划审计长，我觉得您在这一个大掌柜您能够看出来这个整个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失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比例上我觉得您应该给教育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纠正的一个指示。那么教育部呢应该针对这个审计部所提出来一个纠举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改善，好不好，审计长？好，确实，我们以后年度还会再继续这一块来加强。是我们不希望98年度也发生这样子同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能够更加务实，好吗？好，谢谢审计长，您请回。部长。接下来呢，我为什么要提今天的议题这一个方向呢？也就是说，在您上任之前，就是97年度的9月份，我们教育部呢推出的这个这个夜光天使点灯计划。那么当初推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也适逢我们金融风暴那么我想很多这个家庭的经济失去了这个资助，那么失业人口的增加会影响很多我们的学童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困境。那么呢，教育部在当时候呢提出的这个课后辅导的一个计划对于他们学后的一个生活以及这个课后的辅导做了一些工作。那么当时候我记得呢，整个各界呢都非常的期待。当时那个时候呢，11月份这个点灯开灯的时候呢，我们前政部长呢也举行了我这样这个媒体大幅的报道。但是我们想看看部长，您就任之后，您有没有去关心到我们这个计划实施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就97年度当时候呢？
是预算的8000万啊，那么目标呢是怎么样？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3000名孩童府第一年呐、啊。那么呢，整个士林的啊适用这个计划的学童将近100000。可是呢，我们97年度实施到这样子的结果啊，所有啊受惠的儿童只有7000多个啊。那么我们继续看到你99年再继续编列1亿6000万，离你13000个学童啊的这个目标呢，又少了2亿4000万。我们刚刚所提起。每一年我们教育部回收地方政府补助的剩余款3到10亿耶，这么多哎。那么你做这一个学童的这个课后的这个补助的这个计划，夜光天使每一次都是叫没有钱。我们不是用来做幌子的，不是用来做样，我们是要实际上我们呢能够对这一些弱势的新兴学子能够得到实质的一个帮助啊。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愿意说这个教育学习呢是用竞争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起跑点上总是希望这些弱势家庭的学童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同步。那么呢，针对这个现象呢，部长，您也是从南部出生，您也是在台南县的农业家庭。我曾经看到您上任的时候呢，提到你整个学习过程啊，我想您也特别有对这个南部的这个乡亲呢特别的有感情。我在此呢要告诉您一个现象啊，在去年啊，其实在我们夜光天使还没有成立之前呢、啊，那么我们地方上呢就有一些协会，也是针对这个课后辅导。对学生做了一些帮助，但是呢每一次的经费呢都是需要去募款而来。当然我们这个夜光天使成立之后呢这些协会我也帮助他们来争取，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政府部门在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太重视这个所谓的你们提出来的效益对于你们的这个声望有没有能够去增加啊，但是并不会去实质的去关心到这个实质你们要做出的一个教育问题啊。我台南市啊总共的符合学年的总共有673，结果您知道实际实施的时候呢选前面做 proposal 做的最好的前5名啊。我跟你讲，要做好的 proposal 其实也非常容易，但是这些实质的对教育的经营者啊用心良苦，最后却在评审当中被剔除了啊。选前面的前5名，结果学童只有97位。情何以堪，部长，您认为这种情况对于这么样一个非常有效益非常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落实在这个地方上却变成这种情形，部长，我们需要你一个解释。是，谢谢陈委员，我非常敬佩你对弱势学童的这个照顾的关怀。我想去年我们编了9000万，今年是编了1亿的，所以金额有增加，但是我自己在检讨这当中可能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改进的，就是过去要核准这个学校都要15个到20个才能够成班，是才会补助他。也许今后呢，我们学校有这个需要照顾的人，但是他没那么多，我们还是怎么样来用弹性的？我告诉你部长，因为我有经历了，他们第一个要选择委员会里面要选择 proposal 做得好的，第二个我告诉你。这个场地呀、他们以学校为主。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这个场地呀、至少要符合像这个在审核补习班一样啊、要8大行业这个公共设施什么都是齐全。我告诉你，这怎么谁能够达得到？可是呢他严苛的这个标准的原因就在一点。为什么？因为经费不足，我就可以给你这么多，我就可以给你开5班，你就挑最 top 的5班吧，地点最好的，proposal 写的最好的，师资最好的，这个经营补习班不都没有办法达到？
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检讨这个，我觉得部长你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哦，因为这么大的计划很可惜啦，不应该去流失啦。做了，但是要检讨，我会改进。好的，部长。那么我们现在呢，我在最后一个问题啊，跟您讨教啊。现在针对我们国内呢啊，你教育部所编列的这些预算支出。中华民国是在开发国家的一个开发中国家的一个一个行列的组织。那么呢，现在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支出跟已开发国家的各国的比例啊，我们做出了这样子调查哈，我们国内是12点多，那么呢 ，OECD 的国家呢，平均教育的支出是13点多。部长，您认为我们有没有开发中国家的教育支出的一个水准？其实我们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付出啊，我们是蛮支持的啦。马总统也要求你说逐年要增加教育的经费。那我们有没有计划要改进到这个跟这个开发国家的这个一个平均值？我们都极力的在争取了哈。我在最近也会专程呢到行政院呢，再跟吴院长报告啊，这个教育经费哈有一个怎么再来增加，然后呢来把马总统的一些教育的政见呢能够来兑现。所以我想争取经费增加，然后让教育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啊，这个我一定要做。哎，谢谢部长啊。最后呢，我们用30秒钟，部长，您可不可以愿意对我们新的一年，对于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莘莘学子对一个未来的一个期许，我们在整个教育环境上面，在政策上面，对他们来做一个鼓励，好吗？是，我想我们还是要许一个宏愿的哈，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优质的教育环境。让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成长，并且要有竞争力，让大家都对政府的整个教育呢，对我们的培育都很有信心，是吧？谢谢教育部长。